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功夫者，我是本期的主讲宁教练。这期的教学内容是伸筋拔骨的教学。接上一次的内容，通天彻地做完之后，我们接着做此式。那么此式采用的依然是逆俯式呼吸。好，吸气，身体左转，转到左侧之后，右脚脚尖点地，双掌继续上托，依然是要有托天顶天立地之势。然后呼气，身体转正，手掌放于头顶百会穴位置处。再次吸气，身体右转，左脚脚尖点地，双臂上托，呼气下落，身体转正。那么一左一右为一组，此式共做九组，依然是吸气上托，意念在双手手心劳宫穴，呼气下落，身体转正，意念在脚心的涌泉穴。好，做完之后身体回正。那么我们转脚时，向左转时，那么可以左脚脚跟为轴，右脚脚尖为轴，然后落时向上托起。右转时则为右脚脚跟，左脚脚尖，那么一定是脚尖点地，充分的得到拉伸，伸筋拔骨，同时又能调理自己身体所有的经脉。本期的教学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